大家好，我是蔡哥。今天打以色列比赛真的有点可惜，但是因为中华队在九局下的时候还是有一波很凌厉的攻势，所以我们明天的中华队还是很值得期待。今天的以色列其实是由美国职棒3A 加上大联盟的选手所组成的，是球队实力已经非常坚强，但是明天的荷兰就更加严峻了，因为他们是由大联盟的黄金内野所组成的荷兰队，所以我们形势上会更加险峻，所以我也很紧张。今天都打不赢了，那明天该怎么办？在外面的时候，我就问天空该怎么办。天空，后来我看到了很多星星，我就得到了一个启发，原来宇宙已经给我们台湾一个答案了。一颗星星叫做星星，一堆星星叫做什么 ？Galaxy， 银河。台湾加油！而且韩国那么多支神送 Galaxy， 明天台湾一定赢荷兰呐！银河，台湾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